西瓜烧油，刚炸的龙虾搞里头，龙虾一定要炒透，不然会有很多寄生虫。再加点姜蒜去腥，再加入郫县豆瓣酱，使劲翻炒，把味道给它炒出来。翻炒过后，我们倒入青辣椒，再把红辣椒倒进去，再把刚切的狼牙土豆倒入锅中，拿起我的大铲子使劲翻炒，翻炒不能停，越炒越入味。我们再放点盐进去，哎，炒不动了，别过。最后我们再倒入葱花，嗯，就是这个味儿，起锅。我再来一碗，再给粉丝宝宝们留一碗，开饭开饭。